40 ou 44?这三排给我，三排给我。走起！
中华民国113年9月份，心意义和爱祥合成青上人才金鼎金赞班，班开始，向吴吉当母亲30公里，且到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蹲到地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恭请傅前人开班致辞。请傅前人慈悲，请到公，公到公，傅前人好。傅前人好。会委啊，咱各位这么说，了解啊，各位兄弟，各位长兄，同学同弟，大家早安。穆前人早安。啊，先蒙前人师弟，今日啊，这个青松高原。啊，青松高原，咱个店名叫做啥？叫做青山班，感谢你哈。叫做青山班。啊，这个青山班呐，依照这个，咱一般店来讲，可能伊讲叫简单班哈，简单班。啊，这个精就是讲精益求精，啊，班就是讲迄个最足轻。无惊人的意思，这个班的意思就是安尼。不过这个班，含一般的班无相像。咱的班有分做普通的新班班，到分做客户班，到分做经典班，甚至呢，咱有经典迄个叫精单班。简单讲起来就是讲，这个一个一个层次，一个一个层次，迄拢无相像。也是三处的事情。哦，也许咱一般的人来讲，这个叫成全班、成全班、精专、精专班就是，咱平常咱得到的人，得到公安的训练。哦，啊，第二就是你讲啦，讲叫做迄个客户班、企会班，吼、哦，咱叫做企会班、客户班。哦，揭开迄个智慧，哦，即揭开智慧。那第三就是要讲啥物件？第四就是要讲精湛班，第三就讲到即个精湛班去考，精湛班啦吼，精湛吼，安尼啦吼。不过呢，佫有一层个，就是叫做经典班啦吼，经典班啦吼，经典训练，经典训练。啊，因为咱大陆发现是这个三个战术，因为假设是说，就咱咧听其他部门，啊，无咱听伊咧入什么班，咱家己搞不清楚，很不清楚。那因为相反，就讲咱针对着一般店的母亲，啊，你搁当就道理啊吼，啊，我着用道理来教你形状，吼，安尼啦，互你对不理输理，互你对不明要输明。啊，咱呢，第体育班呢，就是已经经过这个新专班了后，啊，经过这个体育班，这一定吼有清楚，这拢一定爱叫深层一点落，一点落，一点落。啊，体育班就是咱平常咱一个月拢在体育班，啊，这个体育班咱就会设定讲一点就爱参考来用。就反正无真好，你慢慢来入，体会迄个地位。但是今年看经常发来呢，因为这个月就是这个月啊，咱平常体育班就是这个礼拜，这更加一层礼拜。哦，啊，这个一层呢，那伊分来讲叫做行深、行深啦、行深啦。啊，行深叫啥啦？行深叫做包容，行深叫做宽解。迄、那个法界，这个法界，这个叫做地，叫做般若嘛吼。
你要看这个啦。啊，太太还在相亲去啊，太太还在一个相亲看这个。哦，啊，这相亲不就是到这里来啊？看你们一站啊。啊，这一站因为恁一般顶，拢把一般顶的修学堂，拢把一般顶的行程甲当作修堂。啊，必须讲，啊，我来听，慢过来听。但是对咱内心世界完全拢无一个改变，所以咱立来做环境，非常对咱讲，伊讲每人修福而不修德，只因修福便是德。伊讲布施供养是方便，啊来呢，心中三福原来造福。伊第四句就讲，伊将修福用来做。第六句咧，甲你讲，后世你托罪犯债，迄个罪在你内底哦。虽然你一世人是修足认真，也修到一拍苗，但是修到尾啊，太完啦，一堆的罪恶在贪嗔痴，因为你唔是咧修道，因为你行无入来，你真正认真无入来，所以咱用你表象咧做，迄个表象就参照哪，参照迄个青田无，迄个青田。迄、那个青田无根的啦，啊风若吹伫遐来，就走伫遐来，啊若走伫遐来，就走伫遐来。咱对修道这个定位就是心清、心深、般若，你心里了心深般若波罗蜜，你这地内底当中，咱才定定位来。因为咱的心清的这个根基，咱这个功夫有够。啊，动作是咱的有些修的现象。啊，都庙师爷，啊，都拜拜啦，啊，都先要起来啦，啊，都求天啦，啊，求地啦，啊，求后遐啦，啊，求门内啦，有无？啊，求一大堆，啊，都念无着个，搁回来求一摆，求拜一下，拢咧做些表象的功夫，甚至你如果讲道条好，咱有真正咧修道路，咱有真正咧修道路，就是你家己的代志哦，含道条无关哦。道场咧，甲你教，是要让你解解一条路，心才能够解脱哦，好，才能够解脱哦，心清才能解脱咯。好，唔得，叫做心生忏悔，心清忏悔哦，唔是忏悔表象的。好，我咧忏悔啊，我咧求心变慈悲啊，你无真正放下你只心，甲你只心会痛，你家己真正苦的，痛苦流涕。你真正迄物件变厉害，因为迄物件是离迄个道心结来物件。但是，咱讲哪讲三可以，阿别有诶哪讲信仰解。啊，要解迄种物件，够唔好解？伊咱达作慧能甲你讲，伊讲哦，但用心中拄罪缘哦，各自性中真忏悔哦，有安尼讲无？不闻大乘真忏悔哦，啊来咧，拄邪心情失无罪哦，这是个讲是功夫哦，一步一步讲来讲去嘛。哦，因为心性忏悔若闻大，你今日去但用心中，哦，但用心中拄罪的，因为修行大乘法就是让你对内心世界一直咧发心，唔是对外口一直咧求，一直咧攀缘，唔是哦。咱的方法，咱的方向都已经三唔对哦。拢对外口一直吹物件，愈吹粪扫愈多，罪业愈多，过错愈多。伊人就讲，达作慧能甲你讲，讲学道相无自性本，即有自不同一类。咱今日有张经对咱内心世界，咧关注咱内心世界造物，咱怎样通睇无？咱有做过错误，咱有贪嗔痴误，咱这笨手，这有真正忏悔无？这是你对这个世界、内心世界，你家己真正去行，你才对你有帮助。先啊，你袂行一骨头，一骨头想无好想啊，听道理作错啊，不对的，心烦，体会真在，纠结一点一点，一步一步一直来啊。有阵时听到尾后，坐咧到第二声袂听，是毋原因？咱坐咧发现咱一百块二声袂听，咱要用心。其实你今日去来到一贯道道场，你若真正无内心，世界真正对真理的发界的认知，你是袂有。
你想袂过，真想袂过，都含当别人咧心啊轻松，啊来去一个烦恼心内才艰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叫做艰苦？就是你无适应，你无适应，真你无适应，你就是世界啊，都含一寡遐众生，含一寡遐一切所想的物件，啊在连接，你断连掉遐物件。我咧讲是做简单，就是结婚。要改一支分好改无？无好改。但是你改到一支分无好改，你改分有艰苦无？改分就艰苦啊！趁饭的时阵啊，吃，迄个烧得计上来吃饭吃饭吃，得着为着烧，你改分改到吃艰苦，有艰苦无？但是你改起来，行一个分好啊！我讲咱连接的实相，咱连接的最不错，而且要做一个断结，而这个时阵要做个断结。咱应该想看卖，咱是几岁啊？咱是几岁啊？你都有偌济时间来，互你做做这物件？你都有偌济时间来，互你忘唔掉代志？咱无足侪时间能够忘唔掉，是毋是？佛言，伊来讲，何念佛作一世修？何念佛作一世修啦？好无？努力自见无悠悠，何念佛作一世修？那说我们在观察清楚呢？努力自见，迄、那个自见就是讲，你家己会当内心世界，你家己去观自在，你家己看到你家己迄个世界，你内心你这是什么世界？你看出你内，你内心世界照样你家己看到。咱咱看，迄个木悠悠，迄个木悠悠，咱咱要悠哉悠哉悠哉，修到里向悠哉悠哉。今年咱不是过讲。今年入面方才唔知，即口气要来唔知影，即入面方才要来唔知影，即作在迄一寡道歉就是安怎？要困的时阵，下面了有讲有笑呢，提起起来爬袂起来，有无？伊敢知影我即困去了后，伊方才就爬袂起来，伊敢无安尼想？无安尼想，伊来讲我即摆困去，方才爬袂起来，伊唔敢。咁是安尼，唔讲迄个无常来，会当甲你参考袂？今仔日你一口气叫做一世，明仔载一口气无来叫做后世。咁是安尼，我请问你一世叫做你有自主权，你有自主权。后世你一世啊，创些无好事，后世自主权就是你啊。你这个叫做因，这个叫做因，这个叫做果。离因地你无用功夫，离果地你着受苦。你即毋做，你即毋修，你毋对你的心去改变，去改变你后世人，你还着受苦。受苦，我着受苦。这甲走袂去的事实，因果因果是安尼。无迄个讲，我着我即时修，我即讲我后世我嘛是依我的。啊，你即世要，你后世要困苦，要解脱，你即时。后世较有可能，我想讲一句话，一口水，一口水，迄、那个水若流了，若即块仔水流袂变，迄水流袂变，安尼你听有意思无？迄、那个因，迄、那个因造的业若无消，迄、那个果绝对袂好果，绝对袂好果。这是你个人的代志，甲别人无关的。所以咱若做伙人，我一句话来讲，应该讲，若问内心即件事。天心合正是自心性，若分内心即见性，即见性，天心伊毋是叫你虚心哦，伊毋是叫你妄意哦，天心为在哦，明明上帝的啊，我咱今日去会当得到这个好三宝善法，会当透过着这个因缘，我咱好啊修，会当唔生后世人好啊受了，上天给你啊。有好你有无？但你有要乖乖无？你有要认真修无？你有要乖乖认真？这是一个经验上的物件，不是什么人在帮什么人，这是咱个人家己的代志。咱只唔修，拄着呾挨挨去；咱只唔做，拄着呾飘飘呾。我想讲，拄着呾拖咧裤子里头。咁是安尼，这是拢，这是拢做关系的物件。所以今日咱今有这样好一年。咱好好，请下咱南面的迄个大杰，啊，咱迄个吴铁师，
啊，吴电师伊是人民是一个足父亲的一个点数，伊的大学，伊曾经伫迄个高雄的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个博物馆吼，诗词入馆，伊愿意甲伊写过来本册，啊，入面这这个这个这个博物馆内边当中啦吼，啊，虽然因为伊的大学嘛非常的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人民那是一个真。办进站班，咱普通的要办的时间嘛无好排啦吼，也是空的嘛足切。八十五岁，我甲问你几岁？八十五岁尔啦吼，八十五岁尔。哦，年岁不是重要，年龄不是重要，但是重要就是讲，咱今日离咱目睭角的是亲情，亲情爱好好听，爱好好收。这当的时阵要淡薄家己，唔淡薄上天哦，只是淡薄你个人哦。咱唔行、唔修、唔行，是害你个人哦，唔是害别人哦。既然讲一年你个啊，但是咧今日江西环境内底，江西老火鸟无特别保密较好，无特别保密较歹，无这问题。好歹后壁听好哦，缘起无好歹，好歹在人心。一年都予你阳光笑笑，但是好歹是你个人，在人心你个人。所以讲，咱一世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咱遇到啊，咱嘛才幸运去遇到。分别和父母八辈这一年，咱就遇到。那么咱过去一分、二分、三四五分，我已经有做这一年来啊。唔过呢，后半段出发，我希望讲，咱大家真正来，每一个人来走，你免烦恼走。但是走，咱都要面临做，面临就怕见面。咱听无，唔通走无共位，那走无共位，我讲去无看到什么人，无看到什么人，啊，就同时好看，但无看到什么人，什么人，甲做可惜。走无共位好不好？好。面一前头，迄个来，咱要去的所在好不好？好。咱好，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希望咱各位大家，伫这段当中，会当啊，一个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发你充满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感谢父亲的慈悲，先到公，多到公。